在朱熹里这个他的学生里面啊，他是跟朱熹呢是最久的啊，跟了他几十年，他称为这种高第和位友。他参加了朱熹的几乎所有的重大的学术活动，他像那个岳麓会友啊，还有鹅湖论辩，还有他还执教于这个天下书院之首的这个白鹿洞书院。林运中在游溪和古田当年呢，在那边呢这个办学展教都卓有成效。朱熹是我国历史上继孔孟之后最著名的哲学家、教育家和思想家。明清两代，朱熹理学被朝廷提升到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，自汉以来被列入先儒先贤十二哲者唯独朱熹一人。南宋庆元二年，年近古稀的朱熹受到朝廷宰相韩托胄及其奸党的迫害，理学被打成伪学，进而被列为逆党，这就是宋代著名的庆元党禁。朱熹也被免去了秘阁、修撰等职务，遭到放逐。原来与朱熹交往的朋友和跟随朱熹的门人，贬的贬，逃的逃，判的判，这种风云骤变的逆境给朱熹带来了沉重的打击。这时林用中不怕受到牵连，力请朱熹到古田讲学。他最早来到古田是在他的弟子林运中的护送下面来的。那个林运中的家呢就在西山村，第一站到古田就是到他家。所以他在西山村有一个传说啊，他就说有一个传说叫做点化西山。点化西山就是说，他朱熹到了西山之后看到，哎呀，这个地方风水不错啊，但是也有点啊这个缺陷。于是呢他就教他们啊，在村口那边挖了两口井啊，这个两口井这是像太极的双木，他这个点化之后，这个果然的西山村从此之后呢就风调雨顺，人才辈出。古田县城东边有个沙岛叫西山，上面有个双溪亭，林用中等人把它扩建成书院，作为朱熹避难与设帐讲学的第一个立足点。朱熹看到这里山奇水秀，风景独特，便挥毫题下西山第一四个大字。朱熹在西山书院待了一段时间，考虑到这里离建宁府较近，又是县治所在，被避人耳目，便转移到古田山阳的蓝田书院。山阳自古崇文重教，朱熹在此开坛讲学的消息传开后，蓝田书院盛况空前，慕名前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。在蓝田书院的这个右边的那个山半山腰吧，有一个很著名的音乐池，这个到了每个月的这个月中啊，十五这个左右，那个天上的月亮就是照在那个池水上面，倒映着上天上一个月亮，水中有一个月亮，所以我们当地就把这个就作为蓝田八景之一。朱熹当年在蓝田书院讲学期间呢，曾经带着他的弟子们，在那个晚上呢，在那个池子旁边吸那个泉水，然后烹茶，大家谈论国事跟这个理学道理。这个隐约池的到现在呢，已经八百多年了，这个池水呢从来没有干涸过。半年之后，朱熹在门人的邀请下，前往闽东的蕉城、霞浦
和浙南一带讲学。庆元六年，朱熹回到闽北，病逝于建阳。朱熹来到古田，正是其理学思想造诣炉火纯青之时。除了蓝田书院和西山书院外，古田还兴办了卓秀、夔龙、罗峰、浣溪、兴贤、谭书、东华等七个附属书院，留下了诸子一日教九斋的传说。朱熹在古田讲学授徒，传播理学，时间长，规模大，范围广，生徒众，使古田成为紫阳过化之乡。朱熹对古田这个的文化教育影响是非常大的。从南宋庆元之前的240年间呢，我们古田才出了50几个进士。那么这之后，南宋之后，这个短短的就是80年间呢，就有100多个进士。朱熹及其门人的教化，是南宋之后古田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变革的重要原因。除此之外，为了推动古田的发展进步，还有许多从外地来到古田的先贤，都留下了不少传世佳话。翠屏山下雨霏霏，云掩冈峦草树微，一段丹青谁解写，画家唯有米元辉。这首描绘玉田八景脍炙人口的诗句，是宋初一位叫李堪的县令留下的。李堪是江苏常州人，进士及第后，于景德二年到古田任县令。当时古田县开疆近200余年，还未摆脱蛮荒境地，教化未广，巫蛊盛行。那当时古田的社会就是这一片荒茫，虽然说纳入了皇天后土，但是呢，就是真正的有经过这个国家法律治理的不多。那再加上一个呢，我们这个古田这个地方山高水远，交通不便，信息不便，那这样子呢，就形成了在我们整个古田县出现了大量的这个民间信仰啊，也就是古代巫术啊流传下来。李堪来到我们古田的时候呢，这个是一整片，就古田县有数不清的各种各样的信仰。